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舒服的乐音，动人的歌声，回荡在练习室中。孙向莹这一位近期曾经在电视上曝光的好声音，过去曾与张雨生等人出过一张合集。他还有一个很难忽略的身份，就是资深艺人、终身义工孙悦的女儿。出生的前两个月，1966年的事，老爸，这样就知道我的年纪。孙向莹，卢先月，卢俊正，小尚。杨家的丑衣。孙向莹现在有自己的家庭，与先生卢宪业结婚将近20年，五口之家好不欢乐。而这个家庭又似乎带着与其他家庭不一样的气质，认真看待家的本质，拉近长辈与孩子的距离，构筑引人称羡的家庭关系。观众朋友您好，我是金玉。今天的来宾呢，可以说跟真情部落格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因为他是 GoTV 代言人，也是我们真情部落格的大家长，孙悦孙叔叔的女儿和女婿。我们欢迎孙向莹和卢宪业来到我们当中。好，金玉好。哇，好棒，今天要听听你们两个人的故事了啊。不过首先我们请小莹开始讲好了，因为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明星老爸，好，童年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我童年的感觉哦，就是想撇清跟我爸爸的关系，因为我爸爸他以前是野坏人，所以我其实小时候我很怕人家知道我的爸爸是孙悦。譬如说我早上假设我要迟到了，然后我爸爸真的对我很好，所以他说好，那你今天来不及，我开车送你去学校，然后我要离得很远很远，我说爸爸，我要在这边下车。那我爸爸就会说为什么，我说我不要让同学看到你，然后我就下车。那我爸爸还要很小心的，可能就是把衣服啊拉一拉呀、啊、就是不要让没有人可以看到哦是孙悦送我下车的。有人问的话呢，说哎我长得好像哦，他是你爸爸吗？如果他在我旁边，我当然就说嗯。那如果人家可能在远一点地方，然后我爸爸不在现场的话，人家说哎那个孙悦是你的什么人，我就说哦那我叔叔。就类似像这样。不过那是因为孙叔当时演员工作的关系， 对不对？对。但是在家里面他的角色，他是一个非常温柔而且非常体贴的男人、哦、像我记得我在我拍戏就是这样，有时候没日没夜，然后相对的是他可能这个合约这个戏拍完了以后，他可能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可能就在家里休息。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爸爸常常带我和我哥哥就是开车出去兜风，可是这个沿路上面我们就会聊天说地的，然后就会我爸爸就会跟我们分享很多可能他的事啊，他小时候的事啊，那我们就也聊聊学校的事情啊。我觉得那对我来讲是很特别，我觉得可能也许是很有质感的时间。我觉得对对对，应该是说很有质感的时间，所以那个记忆我到现在我都好深刻哦。幸运你应该有观察到，就是孙叔他对于儿女啊，对于甚至可能孙子孙女啊的这种关爱，就像小莹讲的，我觉得爸爸是非常细腻，行出了一个好人的标准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他对小朋友，他对于孙子跟外孙，其实他非常注意中间的平衡感。我爸爸在那个肺腺癌开刀的时候的前一天，我带着小孩放学的小孩去看我爸爸。其实我爸爸那时候就交代宪业说：“你帮我买一支录音笔。”就后来小孩去看他，在他的病床前，他就开始录音了。他说：“我希就是说。”我希望我跟你们讲一些话，什么这样子。那我爸爸也会带我们去，带小朋友，带三个小孙子啊、哦，他们去美丽华去坐那个摩天轮。摩天轮，对，因为孙子要求的是说，爷爷公公，他说以后你会活多久啊，或者是以后的状况怎么样？可是我们很希望有一个回忆，是我们跟你坐在摩天轮里面，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他们相处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式。嗯哼，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啊，就是明星的二代开始纷纷冒出头嘛。不知道小英，你小时候他们比较重视你的功课呢，还是爸爸有没有比较特别想要说培养你在这个戏剧上面的发展？我其实是喜欢唱歌、喜欢跳舞、喜欢表演的。嗯，可是，那只是一个兴趣而已。那我爸爸并没有要培养我走演艺圈这条路。所以从小到大有这个梦想过吗？或者他们有问你说要不要试试看啦？他们没有问过我要不要试试看，但是我一直在努力的表现自己。对啊，因为我喜欢唱歌，所以就是我小时候唱歌是拿着那个烤面包机的插头当麦克风，或者是喜欢跳舞啊什么的。我还记得我在求学的时候。这个阶段里面听过你的一首歌，但那时候是合集里面的嘛？对，六个朋友。嗯，是因为有一次呢，我跟我的父亲呢，去参加那时候台视的一个电视节目，嗯，好像是绕着地球跑吧。嗯，然后其中有一个特别来宾，然后杨梨苏小姐，她就看到我，因为其实那时候我长得像日本女孩子，很日本的 style， 所以她就说：“哎，你要不要来试试音啊？你要不要来唱歌？”后来那个吴大卫先生，那时候是制作人嘛，所以他就听到了，他觉得哎，我的音色什么也还不错，就参加了那个六个朋友的这张合集。为什么没有想继续走下去呢？其实感觉上是有天分的，而且是有兴趣的。其实出唱片，如果作为一个新人的话，那个合约是要签很长的，大概要10年。那我爸爸他比较觉得说这10年的约太长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在这方面我们就止步了，就没有。那我也觉得也 OK，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已经信上帝了，我已经信主了，所以我其实是相信上帝对我的带领，就是上帝一定有他的心意。是爸爸带你去教会的吗？是爸爸带我去教会的。那其实那时候我也很叛逆，也很爱玩。其实我非常的不想去教会，只是有一次我要出去玩，我爸爸又说：“小莹啊，今天礼拜天，你要不要跟我去教会啊？”然后后来我就说：“不行哎，我今天有事。”就我看到我爸爸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好像还蛮没落的，我就觉得，那我下次一定要答应他陪他去。所以隔了一个礼拜，我就主动跟我爸爸说：“爸，我今天有空，那我今天可以陪你去教会。”然后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感觉呢，我觉得哇，教会的诗歌好好听，因为我非常的喜欢音乐，所以我其实我第一次到教会，我是被教会的诗歌所吸引的。后来我就他们教会当然就是青年团契就很热情的邀约我说：“哎，他说你来教会嘛，你也可以参加我们的诗班呐、啊、什么。”然后我就慢慢的这样子，然后就参加青年团契，开始参加诗班，我就受洗了。我爸爸他知道我要受洗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的兴奋。喂，妈，你找我啊？孙向莹现在仍然每周跟父母吃饭谈天，而她跟卢先烨结婚之后，与双方的家长交流是他们家中非常重视的一环。相较于孙向莹的自由与随和，卢先烨则是严谨又有条理，携手走过婚姻的甘甜苦辣，两人除了互补之外，对于婚姻经营也认真看待。因为我小阿姨是非常非常奔放的一个人，我记得我在念书的时候，我是小朋友的时候，我小阿姨可以说是台北市的舞后，就是所有当时可以讲得出来有名的舞厅她都去过。那我小姨夫相对来讲，你看她的外形也知道她应该是比较把人生的专注力都放在不管是读书也好，做生意也好，就比较不会像是那么会玩的人。那在婚后，我觉得他们两个这样搭调起来，一开始觉得说刚美哈会合吗？但我后来发现还真的蛮合的，因为我的小阿姨比较在生活上面是比较，生活上面需要，有人给她智慧的指引。那我的小姨父通常扮演那个角色扮演得非常好。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位警官，所以他从小呢就知道是。而且是一个大官，所以呢，他觉得从小要守份，啊，那而且他也知道他的岳父呢是一个在台湾是蛮有名望的一个名人，所以他会很谨慎的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爸爸有的时候火气啊是会比较大，可是他都有办法 handle 得住，然后我觉得这一点他蛮厉害的。可是就在其他小事方面，他有一点点
就健忘，还有一点会忘记一些小事情，就是没有那么注意。我们再来看看孙向银的另外一半，其实他的出生啊，然后乃至于他的个性啊什么，跟小银好像是完全两个世界的人，对不对？对，因为你们家是影剧版的嘛，对不对？对，我们信业家是社会版。我父亲是警察。嗯。那当初从大陆来台湾以后呢，他原来军人，后来考警官学校啊，他当警察，所以我们家里面一直都是很严肃。但是好在我妈妈是小学老师，那从小我们家四个小朋友，那我妈妈又很好客，所以我们家从小我的印象中，我们家小朋友永远都超过四个。我们有阿姨的小朋友在我们家里住，所谓的住不是只住一天两天的，他来那时候很多学校都是小朋友从乡下到台北市来，叫做寄读还是借读，就是在我们家可能住两年三年。那所以我们家里面我的感觉就是，其实我爸爸很严厉，那我妈妈呢带着我们，其实我们家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都是妈妈在餐桌上面来问，哎，今天学校什么事，有什么事，有什么事，我们大家就报告。爸爸官衔很大嘛，后来就家父后来做到这个刑事警察局局长。做主官的话，那很多人应该会来巴结啊，或者什么，对不对？讨好啊什么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在我们家小时候，我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昆明街，我爸妈不在家，我们四个小朋友在家里，送来了一条黄鱼，跟一只龙虾。我们就把我们家小时候洗澡的时候那种铁盆子啊拿出来，把它弄了水在玩，我们把鱼给弄死了。反正我爸回来用皮鞭把我们家小朋友狠狠地抽了一顿。从那一次以后，我们不认识的人，或者是说没有真正交情的人的东西，留不在我们家里，不可能。就是你根本不，我根本不认识你，拿东西来，你不可能放到我们家里。所以，哇，从小我们养成这种习惯。但是你们这么不一样的人，怎么会碰在一起呢？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在青年团契的时候，有一天我听到牧师寇牧师，他做了一个讲了一个他朋友的见证，就是他很好的一个朋友，跟上帝定做了一个他，列下了多少的条件，哇，上帝都一一的成就。那我就跟我的那个青年团契另外一个姐妹说，这个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为我们的婚姻来祷告啊。然后那一年我就这样好好的祷告，每天晚上睡觉前就说，主啊，求你祝福我还没有看到的另外一半，主，我相信他是你为我预备最好的，求你祝福他。然后后来我们两个之所以会认识，是因为他的一个大学的同学，然后那个大学同学是我老板的好朋友，我那时候上班的公司。然后在元旦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大学的同学就打电话到我们公司找我老板，然后我接的电话，他就讲说，哎，向银啊，今天是1月1号，新年新希望，你的希望是什么？我说，孙斐，我的希望是，我希望我今年能嫁掉。好，那他大概所有的朋友打过一轮，后来打到他了，宪业，这个今年新年新希望，你有什么希望？他说，哦，我今年我希望结婚。哇，他一听，一个人希望今年嫁掉，另外一个希望今年能够结婚，那这两个人不可以凑一对吗？他想想，哎，这两个好像就家庭啊什么，哎，应该也都蛮合的，于是他就帮我们介绍了。他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并不是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但是我那时候带去我的那个我的同事，他是一个，他曾经就是一个记者，所以我觉得他很会提问，他很会看人，他也结婚了，所以我特别的带他去，我说，请你帮我看看这个人适不适合。就我那个朋友就说，孙向银，我告诉你，这个卢宪业哈，他也许不是一个好情人，但是他绝对是一个好先生跟好爸爸。那14个条件就都看到是，有13个。都很吻合，唯一的一个条件不吻合是他的身高，因为就是他的身高没有那么高了，那就只有这个条件。所以神看重的还是内在，对对对，多一点。对，我觉得神也改变了。我觉得我自从认识了上帝以后，我变成很务实。其实以我以前就是我那时候爱玩，我看到的
他绝对不是我心目中白马王子的形象，但是我觉得我认识了上帝以后，我变成一个很务实，然后我知道我会回归到说，其实我最适合的是怎么样，所以我完全没有什么婚前的那个恐惧症，完全没有。可是那时候你们连双方很多个性其实还没有摸得很清楚，你会觉得很有信心可以维持这段婚姻？我一直都相信，家庭跟婚姻是可以培养的。是可以营造的，这是我一直都相信的事情，所以我认为结婚是一个，当然是两个不同的家庭出来的孩子，我们应该要学会的是如何尊重你的另外一半，如何的让这个家庭是一个你们双方都营造出来，而双方都愿意花你的爱心去把它培养是起来了。医生一直在说，先生你要跟他讲话，你不要让他昏迷，很危险，他不能让他睡着，不能让他睡着。可是接下来的时间我真的是越来的越模糊，后来我的印象，最后的印象是我从那个产房他们把我把他推直接推到手术房之后，我就完全没有印象。好，一、二、三。卢先烨和孙向莹的一对双胞胎，当年来到这个家中时，可以说是让大伙人手忙脚乱，不过也为家里带来许多笑声。我忘记居正还居易，就是他们在厕所的时候，其中一个兄弟，其中一个人把另外一个头啊，就压在马桶盖的边边，然后另外一个就一直拿马桶盖的盖子上咔咔咔。打对方的头，然后哭闹得不得了，然后我小阿姨就冲到了马桶那边去，一般的妈妈就会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赶快分开，怎么这样欺负弟弟之类的，然后孙向莹到那边就是哎呦好好笑，你看他拿马桶盖在打他头，你看所以我觉得这个他有异于常人的一个思考的角度，所以在我们眼中看起来很手忙脚乱，在他生命当中都叫做意外的喜乐。因为小朋友大了，开始要上电脑了，所以我们希望说小朋友的电脑上的网是我们能看得到的，全家都在一起。这原来是他们的位置，他们现在已经走了，所以说电脑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那小朋友也可以知道大人上网之后看的什么东西。每一个家庭都有着自己的教育方针，卢家也不例外，使孩子们一方面认真课业，另一方面礼貌和人与人的互动更是重点。我一直觉得她不是一个威严的妈妈，哎，然后她就是像他们家兄弟姐妹，她只不过是双胞胎的姐姐，年纪只比他们大一岁到两岁而已，身高个头也差不多。然后每次听到双胞胎回来分享他们的生活，她妈妈都比任何人惊讶，说啊，真的啊，然后就一副非常有兴趣的样子，然后就可以倾听他们在学校还有人际关系发生的点点滴滴。这点我觉得所有的妈妈都应该好好学习。我有一个最不喜欢的，就是爸爸去大陆买一本数学的书，然后他带回来叫我写，然后好几本。因为每次上学之后几乎都有数学功课，所以如果爸爸在的时候我就会很害怕。爸爸对孝顺这两个字很重，所以说他会觉得说长辈是一定要顾的，然后不管是长辈说什么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对我的一点也是比较重，因为同龄前面我会觉得我是比较，就是会比较尊重那种老一辈的那种说法，所以我也比较有长辈缘。所以现在后来你们到底是认识多久结婚的？半年吧。所以你们还是有一些磨合咯。有一天曾经就是为了一面镜子，就是厕所的一个镜子，他那时候我还没有上班，他上班前他就交代我说，今天那个做厕所镜子的人会来家里头，他说你要告诉他要怎么装。好了，那后来那个做镜子的来装了，那他下了班回家说，孙向莹，这个镜子的高度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他说你有没有尝试啊，怎么会做成这个样子？后来
他就这样把我骂了一阵，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委屈，我心里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可是我知道像这样的个性，你再当面跟他对冲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很不好，所以我就去洗了一个澡，冲了一个 shower。冲 shower 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好，等一会我要怎么样跟这个人讲道理？一怎么样怎么样？二怎么样怎么样？三怎么怎么样？后来我洗完澡以后，我想好了，我就出了客厅，我就看到他在那边看电视，我就说卢先烨，请你把电视关起来，我有话要跟你谈一谈。好，他就觉得好像很奇怪，这气氛很怪，他就关了电视，然后我就开始把我刚刚想到的要跟他讲的道理，就是一、二、三，最后我觉得你今天的态度非常的不好，也许我在这上面，也许我有错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实在着实不需要用这种态度来对我讲话，我觉得你应该为你的态度来先跟我道歉。后来他哑口无言，就说啊，不是你做错吗？为什么我还跟你道歉？就是我觉得说我们中间确实有一些不同，但是我常常会有的时候我也会被他的那种个性的急躁会弄得很不舒服，但是我常常会回到另外一个地方，是想说这个人他有很多太好的地方了。我每次就是想到他也许有那十或十五是让我很不舒服很不开心的地方，可是我常常会回头去想那85%70%，他很好，他对我父母很好，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他是一个这么有责任的爸爸。每次当我想到他那些好的时候，我完全就把他那些不好的地方完全就掩盖过去了。就像刚刚小英讲的是说，当他很严肃的时候，把他的这个红线画出来的时候，对，我就不踩。我会告诉他，对不起，我现在心情不好，请你不要跨过那个线。所以当我讲了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会停下来，就不会再继续。不错。那后来就开始比较混乱，是因为突然怀孕以后是生个双胞胎这件事情，对不对？而且好像是双方家庭的第一个，不是第一个，两个孙子，对不对？长孙就两个，对。我觉得双胞胎事实上是对一个家庭而言，是对一个任何一个年轻的父母，双方一对年轻的父母而言，都是一个不可挣脱的责任。以前家里头只有一个小 baby， 这个太太抱完了该先生抱，对对对，先生抱累了交给太太，还可以换手，还可以换手。当你是双胞胎的时候，你根本没办法换手，一人一个。你当时的压力大到是不敢一个人带他们出去哦。对，因为我公公也很严谨，因为他就觉得说，他有次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小莹，如果你带这两个孩子出去，你们去公园玩，如果有一个被坏人带跑了，那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处理？”哇，这个问题也就把我吓坏了。我是应该怎么办呢？我应该把这个手上这个抱的放下来，去跑去追那个坏的，或怎么样？所以，而且我们永远出去都要带好多的尿片跟好多的奶瓶，好多的东西，对，所以我基本上我们出去的话就是要两个人我们才能够出门，不然我东西我都没有办法 handle。 直到大概他们5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说我不行，我要像个妈妈的样子，所以那时候捷运也刚刚就是很好，然后我就想说好，我要一个人，我要带着这两个孩子去木栅动物园去玩。那次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是可以独当一面，当一个妈妈，我可以一个人 handle 这两个孩子。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说，我们家小朋友，即使家里有佣人来帮忙，我们家长的责任是不可以轻忽的。一直到现在，每天早上起床，小朋友上学，我也一定起床，让小朋友知道，并不是只有你一个，或是说佣人叫你起床，是佣人陪着你。不，你爸爸也起床了。你出门上学的时候，你爸爸跟你说再见。也许是佣人把他带到外面去上学，但是回家的时候，一般都是我们自己接的。其实孩子一天一天大了之后，你们就已经开始感觉得到他们有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我觉得我们给小孩子的教育就是说，他们从小讲话非常有分寸，非常的有礼貌，所以当我看到他们同年龄的
同学，就是我看到同年龄的或者朋友，我看到他们会跟父母呛虾，我看了会觉得，怎么会这个样？这在我们家是不容许，因为我们是，我们看到当他如果有一点点他的口气是不对的，我是会立刻制止的，然后会立刻跟他讲说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我跟我先生，我们胜于小孩子的品格，胜过于他们书读的多好，或是他们有多优秀。那个时候会还想要再生吗？没有在想，可是呢，我其实生完双胞胎大概两年以后，我又怀孕了。可是这个那个时候的怀孕，其实那时候他的工厂其实是有状况，是有负债的，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其实是很挣扎的。可是，在那个时候，就是现实的考量下，我们觉得说，对，这个时候来这个孩子，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他，而且我们的经济是有压力的，所以最后我真的就是把他给拿掉了。可是，在拿掉以后，其实心里是一直到有一次我去。我去参加一个特会，是一个印度的牧师。我在那时候，我就跟上帝做了认罪的祷告。然后我为这件事情，我就是曾经有一次，我就在厕所里头，我就是想到那个孩子，我就这样哭。那时候我就是跟上帝，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就说主，很抱歉我拿掉那个孩子，但是如果你再愿意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绝对不会再做这件事情了。走，来，好，自己去看感觉啊。卢居上这个被称为卢家的无敌小三，可是家中的宝贝。当年他刚出生之时，孙向莹却因血崩而马上进手术房急救，全家人历经了一段惊心胆跳的时刻。听到那个向莹血崩的时候啊，大家都非常紧急。那当然，因为我们的血型都不太一样，而且也没办法。那当然，那个时候大家就传祷告网啊，就赶快为他祷告。所以那一阵子他们是比较紧张的，哇，心也好紧张啊，就赶快打电话给我们啊，然后叫我们看看有没有认识什么人。后来我们去的时候，他说医院已经好多人在输血，好像是公公婆婆打来，然后就很难过的那种，说好，我们现在赶快去台安，因为妈妈在加护病房。然后那时候小时候也不太了解，就去坐在那边，就所有人的脸色都没有那么好看，就是很凝，就是凝视着前方，也不怎么讲话。可当医生出来说没事的时候，因为小时候我自己也不太了解，然后就所有人就感觉很比较轻松的，然后就回去了。就是很感谢说，竟然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很好，因为妈妈就这样还在我身边。我当时没有多想说失去妈妈会怎么样，但是之后当我在写 call jab 的时候，反而会觉得那时候我反而忽然觉得说，哇，好险啊，不然的话可能那时候又因为又从五年级嘛，到一直到我要上大学又多了这几年，然后又跟她多相处几年，又觉得说妈妈不能不在，你知道吗？我们刚刚看到亲友其实也都谈到了这个历程哦，所以我们就要请两位来聊一下我们可爱的无敌小三哦，卢居上，哦，小朋友他诞生的情况，因为那天真的蛮恐怖的，对不对？那天是龙王台风，对，2005年龙王台风降临的那一天。当小朋友很平安的生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突然之间呢，就听到里面好像很多脚步声，很，那我就赶快被叫回去。那时候医生讲说，你太太的这个血啊止不住。你有被吓到吗？当时是吓到，就说你想想看，小朋友已经出生了，我也看到了，也照片上那时候小莹是清醒的，抱着小朋友，我们三个人照了一张相，然后突然之间就好像我这个太太就会走掉。向莹那时候你还清醒吗？我只感觉到医生一直在说，先生，你要跟他讲话，你不要让他昏迷，很危险，他不能让他睡着，不能让他睡着。可是接下来的时间，我真的是越来的越模糊。后来我的印象，最后的印象是，我从那个产房，
他们把我把他推直接推到手术房，之后我就完全没有影响，一直到我从加护病房，那大概也是手术完之后，我有点醒来，然后有一个护士小姐，她就问我说你还好吗？我就说我生孩子，哎，怎么我生孩子我子宫没了，因为医生那个时候被迫就是我必须要做子宫摘除，我就跟那个护士小姐说，我说啊，可是我生孩子怎么生到我的子宫都没了？就那个小姐，我觉得她那个护士小姐就很有智慧，她说你知道吗？你虽然子宫没有，但是你捡回了一条命啊！我当下就说哇，感谢主，这句话。对呀，很安慰，很安慰。有什么比我捡回来更值得，比我让我的孩子再生出来还有妈妈这件事更棒的呢？没错。你那个时候有特殊的经验，让你觉得你的上帝会救你吗？ 我的感觉是主会保守我们。所以说，其实我当时我没有那么大的惊吓，或者说。说不能说没有惊吓，而是说没有感觉会失去他的那种感觉。所以小云后来有问我，哎，你到底是什么感觉？我说还好，哎，我觉得我一直相信主保守。经过了这个非常接近死亡的经历，其实接下来你面对的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您的父亲，因为年纪越来越大，是，然后后来患病嘛，对不对？我父亲后来老人失智，那我非常，我以前对我母亲的感觉跟我之后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从来不晓得我母亲这么坚强。我父亲从他得了老人失智症到他走，差不多将近10年的时间，我母亲一直陪着他，并且。所谓陪着他，不是在家里陪他，是把他带出去。对，我母亲把我父亲带出去参加各种场合。我知道有一次我父亲在马路上面就失禁，就是大号了，我妈妈用手捧着，对，用手捧着然后再来亲。对，所以我非常佩服我母亲的坚强跟她的那种对事情的处理，就说他是我先生，他也许现在比较不清楚，可是我并没有认为他不清楚，所以我不带他出来。我想问向莹的是，你看到宪业是怎么对他父亲是在失智的那段时间的耐心？我觉得他有遗传到我婆婆的这个优点，就是说他也不怕辛苦。我婆婆从小接待人，就是从我就是。然后照顾我公公，从来把他带进带出，从来都不觉得是一件麻烦事。我觉得宪业他也有这个样子，所以其实我公公在失智以后，我们仍然带我公公出国过好多次去玩，也曾经有过我公公在那个路上，他也是没有办法控制，想要上厕所，宪业就会千辛万苦的，就是带他要想办法。把他让他能够上到厕所，甚至有一次我们去比利时去探望他的小妹妹，我们坐了十几个钟头的飞机，在那个飞机上，公公婆婆坐商务舱，我们坐经济舱，然后我公公一直没有办法搞清楚他坐在飞机上，然后就会一直回头找我们，就说：“宪业，电影院的电影演完了，我们回家吧。”就在飞机上这样子来来回回的。那后来下了飞机以后，我公公也不知道在比利时这么遥远的地方，然后他就会跟我们讲说：“宪业，我们吃完晚饭了，我们回家吧。”然后我们说：“不行啊，我们才坐飞机来。”他说：“没有关系啊，我们叫个计程车，我们回家吧。”后来那一天才刚刚下飞机的那一天，宪业是带着我公公在比利时的街头走了一两个小时，去安抚我公公，让他看看：“你看，这是外国的建筑物，你看这些是外国人，这不是台湾。”就是一直。要这样子的来，好有耐心哦。对，我觉得这一点很不容易。你还记得爸爸走那一天吗？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最大的，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会再见面，所以这种走只是个分离，就像到车站送行，我们将来还会再见面，所以我觉得
我走那个时候的感觉，其实对小朋友而言，可能那时候小朋友还比较小，他们没有那么大的感受。因为对居正居义后来，因为他们的成长的时间，爸爸已经失智一段时间了，所以他们到最后会有点怕，会怕爷爷说好像讲的话他们也听不懂。那我觉得他们，我感谢主，我们两个孩子对爷爷还是很 nice， 没有那种不耐烦啊什么的，没有。那你说爸爸走，我的感受其实很难过，但是却没有那种哭天抢地，其实我没有，因为我知道在主里面我们将来还会再见面，说明那个时候他不要受那么多苦。因为陪爸爸的时候，在最后的时候他会肺里有积水啊，你看到医生拿一个大针从肺里面把水给抽出来，那种是很痛的。有一个男的跟女的，男的是结过婚的，那后来他们发生一些暧昧，那我们工厂不允许这种事情，我们把两个都开隔了。后来那个女的回来做，因为她是单身嘛，我们就让她回来。后来这个男的呢跑进来，然后刀把这女的杀了。孙向莹近年来再度拾起麦克风，与好友组成六零帮乐团，现在经常参与许多公益活动的演出，也让他的好声音让更多人听见。我其实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就买了《六个朋友》这张专辑，然后里面刚刚好就有一首歌是孙向莹唱的《远洋的心》。你知道那首歌呢，魂牵梦萦到现在，我已经快要四十岁了，我居然还会哼上一两句《远洋的心》，期待天明。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女生好会唱歌，然后她的嗓音非常的独特。吃饭吃到一半，开始上水果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人很默默的就说，哎，现在没有什么事了，大家吃完饭了，我们来唱唱歌好不好？一般正规的家里面就说，哦好，那谁要唱歌，来叫小朋友来唱唱歌助兴一下就好。他不是，他都会默默的从包包里面拿出三本的歌本，让我们来跳一下哈。我们这边有英文的歌本，然后有中文的歌本，来选一下要看什么歌。他都已经是准备好歌本到家庭聚会里面准备要唱歌的。妈妈唱歌的那个精神我一点点都没有遗传到，所以说他小时候就一直就是，你知道我有时候会自言自语在那边唱了，他自己嗨，他就会告诉我说，居正你唱的没有感情，然后他也说不出来感情是什么，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学。所以说就变成说我有的时候反而听他的歌，我想说就会想说，妈妈我觉得我唱的跟你很像啊，到底不一样在哪里。妈妈想要去唱歌，那时候弄到很晚，爸爸也会去载他，然后有一些活动就是到很晚之类，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妈妈不太适合，就是不应该那么晚了，当一个妈妈自己小孩明天还要上学之类的还那么晚回家，爸爸却很体贴嘛。爸爸会觉得说那是妈妈，就是妈妈的兴趣，她的活动，她就应该让妈妈可以这么做。他是，然后他参加我要当歌手，然后我只有去过一次，那个歌很好听，而且每次都赢，但是最后一次没有。那你同学知不知道你妈妈去参加那个比赛？知道啊，我老师直接把那个照片po上那个我们班网，然后给我们全班看。其实小英一直以来就其实后来在家庭里面做非常好的贤妻良母的角色，是。但似乎上帝要给她的祝福好像还不止这样。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她一直都在敬拜团里面嘛，对不 对？所以现在出来，现在没有了。唱歌、参加比赛，感觉怎么样？没有，我就是很感谢上帝，因为我觉得
我喜欢唱歌跟很享受唱歌这件事是上帝给我的一个礼物，我不仅可以拿来服侍他，我觉得他对我的人生就是给了我很多正面的好处，就是我可以从我心情如果不好或是我有压力的时候，我就是可以借着唱歌来抒发。但是这次参加这个歌唱比赛，我也觉得就是哇，主一定也有他特别的心意，所以我觉得我也很勇敢，我就接受了这次的挑战。那你们还有自己组团哦？啊，对对对，我大概在2007年底的时候，我加入了一个就是像我一样的爱唱歌的一些熟男熟女的这个一个 band。那我们当初有三位就是成立这个 band 的，有三位啊，那他们当初在成立这个的主旨就是做公益。就是如果要表演的话，是希望能够配合公益的。对，但是你练唱也花很多时间啊。谢烨，你那个儿子说，有时候他好晚了，每个礼拜天，每个礼拜四，没有好晚了。十点多回来吧，差不多十点多回到家。对啊，说孩子都讲说，啊，要是我的话，我就会觉得妈妈跑去哪里干嘛啦。这点我非常的感谢他。我觉得这是他释放的时间。嗯哼，我当然要让他去啊。嗯，我每天。其实我们两个几乎每天都在一块儿，从早到晚。那么说句实在话，我陪他以前去练过一次唱，我不喜欢那个环境，那么小间屋子里面吵死人了。对呀，练团室吵，好吵啊。我的个性我没有办法。那他喜欢，那这是他的时间。你把很多东西，包括像婚姻这些事情，你觉得信任为基础，你就可以放手。其实，在你花很长的时间可以跟向盈年在一起，成为一个好丈夫，不断的陪孩子，可以成为一个好爸爸的过程，你的事业也可以这样的放手交给上帝吗？我感谢主。其实我在中国做生意超过20年，我没有台湾的干部，没有中国的亲戚在工厂帮忙，全部是大陆的同事帮我在管工厂。我一年去我的工厂3天，我只去3天，所以完全，我以前认为说我很厉害，我这个模式很棒，可是后来我现在转过头来看的时候，我发现到，哦，原来真的是主的保守，他真的保守我们家，保守我的工作，让我能够把我的时间花在家庭上面，陪我的家庭，陪我的孩子，而你又真的让我的事业还撑得住，超过20年，感谢主。其中还有几个事情是很让我现在讲起来，当然事情过了。我有一次我到天津去看我个朋友，那我知道天津有一家塑胶射出厂是我们的同行，那我就打个电话说，哎，我可不可以来拜访你啊？他是新加坡人，他说好啊，好啊，好啊，我就过去。那一天我去的时候，他不在办公室，他在工厂里面。他公司的同事就把我送进他的办公室里面去。我一进他的办公室，你不会相信，在他的桌子上面放着我们公司的大理石，底下有一张纸，我员工写的报价单。我员工瞒着我想要卖东西给他，他也不知道是我的东西，所以那我员工的字我一定认得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拆穿了嘛。这一件事情我真的相信主的保守。Even 我在湖南的工厂，有个员工，就是以前有一个男的跟女的，男的是结过婚的，那后来他们发生一些暧昧，那我们工厂不允许这种事情，我们把两个都开隔了。后来那个女的回来做，因为她是单身嘛，我们就让她回来。后来这个男的呢跑进来，拿了刀把这女的杀了。那当然宿舍里面啊，这种传闻啊什么的，一定不平安。我知道了，我就去工厂。我们知道在中国是不允许传教的。那因为我在我这里既然发生这个事情，我就把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金句啊，我就贴在我办公室墙壁上面。我把很多金句贴在我的每一个这个
宿舍里面，机器厂房里面。那我教他们说，你只要当你感觉不舒服，你只要喊，耶稣救我，他就会来救你。我的老板专门赶鬼，我把这个权柄给你们，只要你们相信，只要你们碰到问题，你们就喊。从那次以后，没事。所以我真的相信，主的保守。我们现在看大家对你们的祝福。愿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们两位，更是这个永远相亲相爱，是成为我们许多人的榜样。你们的双胞胎到了美国，要展开人生的另外一阶段，所以你们的生活当中呢，现在还好有一个小居上在陪伴你们，但很快过三四年，他也要上国中了，你们生活又开始变得比较，又可能进入另外一个空窗。前段时间我去听证道的时候，有个牧师讲，这个基督教在台湾要复兴的话，平均基督徒是一个 couple 要生八个，所以你们还有五个 quota 可以继续的生，然后让我们基督教在台湾可以更加的复兴强壮，靠你们了。我的祝福呢，特别要给的是卢宪业先生，就是小阿姨的老公哈。因为我知道我这个小姨父呢，总是兢兢业业在寻找每一个可以赚钱的机会，祝福你很快的找到事业上的第二春。另外，圣经上不是有一句话说吗？有才德的女子很多，但是唯独你最珍贵。真的，小姨父，恭喜你，最珍贵的这位女子就是孙向莹，已经在您的手中，您的家庭，祝福你们。接下来就要去美国，去西雅图，然后。爸爸妈妈就要加油，因为之后生活对他们来讲可能也是很不一样，以前都把小朋友当中心的，他们现在开始要读，就是要开始栽培小尚，所以希望他们可以对小尚功课也盯得住。就是谢谢你让我能够有这个机会，比平常好，比平常的人还要好的机会，能够去国外读书。这不是你应该要做，就这不是你的义务在，但是你还是给我，你把你赚到的钱不是享受在自己身上，先拿来给我，花费在我读书上面，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然后我会借由这个机会，我会好好提升，以后好好的孝顺你，就像你怎么孝顺你们的父母一样。谢谢。我最希望爸爸妈妈不会离开我，然后家庭永远都是和平。这就是我的愿望。最后请两位给我们观众说几句话吧。以前有位牧师说过一句话，这次把我当作我自己一生的座右铭也好，那就是说，我相信主给我的是最好的，即使说他把我现在拿走，我也相信他会给我更好的。我把这句话给观众嘛。我觉得爱家的人有福了。我觉得我看到我自己的父母亲，还有我的公公婆婆，他们自己对小孩子的这种爱的教育，以至于让我跟我的先生，我们也愿意这样子的维护我们的家庭，照顾我们的孩子。我觉得我们的孩子活得很健康，所以我相信爱家的人有福了。嗯，好棒哦，一个。人家说那个三根筷子不容易折断嘛，三根绳子就很强韧嘛。那其实婚姻也就是三根绳子嘛，就是丈夫、太太，但是另外一个是要把上帝放在里面。你看到宪业不断在提说他怎么样在工作上面、在家庭里面，如果把他的安全感、他的信任放在神身上的时候，很多事情他的处理就有一点不一样。比方说婚姻当中有很多的不同，但是你可以看到像孙叔叔、孙妈妈，一个比较松，一个比较严。你可以看到孙向莹，看到卢宪业，一个比较感性，一个比较理性。哎，那为什么报纸上就看到很多人是因为理念不合、哦、个性不合而要离婚，甚至搞到这个吵吵闹闹、大打出手，有时候彼此怨怼闹上法院，然后家庭破碎。不同可以拿来折磨对方，要求对方一定要跟自己一样。但是不同也可以成为像向莹跟宪业一样的互补。他们说在互补里面他们很开心，因为他们互相搭配得很得意呀，所以一加一就变成大于二了。而我更看见一件事情是，他们把信仰当中的兴旺爱成为一种生命的态度，然后把每个礼拜跟家人吃饭变成一种家庭的仪式，把孝顺变成一种家庭里面的基因。孩子们在学习，上帝很开心，因为他们活出了合神心意的
家庭价值。谢谢两位，谢谢，谢谢，谢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陆先爷、孙湘莹太熟了，一个是我女婿，一个是我女儿，看着我自己的孩子成长，我们也希望哦，他有一个男朋友是我们大家喜欢的，我们也希望哦，他们结婚，哎，就这样，陆先爷就成为我们家的女婿，两个人很有意思。不同的背景成长，不同的性格，陆先爷急，他缓和，在很多的事情上的处理，我们冷眼旁观，却也很有意思。我不晓得电视机前面的你们，你们的家庭是什么样的组合，但是我真的告诉你们，不同的背景，也一样可以成为一个家，因为基督是他们家的主。借着上帝的爱来滋润，来弥补，让许多的事情从不能够完全中间变成了美满。朋友，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为你自己的家，为你孩子的家庭祷告，好吧？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看见了自己的孩子他们所做的见证，他们有自己的婚姻中间的一些情绪，但是他们也有生产上的一个困难遭遇。主，我们真知道你永远不离弃我们，在看顾保守我们。我恭敬地在这个时候为电视机前面的无数家庭祷告。主，我们恳求你让他们也愿意伸出手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家庭的救主，成为他们生命的主。主，这样子的为这些家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家庭生活正常，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在一个适龄的时候相识结婚，婚后是另一种生活，需要彼此接纳。我们自己的不足，上帝爱帮助我们，让我们冷静地来处理。这是美好的婚姻，每一个家庭都可以做到，因为基督可以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家庭之主。也求你帮助，在你需要的中间，请你走进教会，在你离你家最近的教会你进去，我们透过了圣经的真理，我们体会到上帝的爱，我们透过了我们自己的需要，让教会的弟兄姊妹所给予我们关怀，我们透过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的家庭，别人的需要。愿上帝赐福你，